你先过完这样嘿，来，我过完这。好了。过了，坐坐，过哈。来，好点的，公会啊，每一年吼，政府伫咱办办活动吼，咱拢提起这个代志。啊，咱咧问咱毛大事情吼，募款的这个这个公告吼，咱今年都把一间历史历史名叫毛文人设计，啊嘛有去高级过啦。啊，过来公社有把咱社区的楼顶这边吼，有把咱重新整修过，未老好，但是因为这目前吼，可以看嘛是已经很衰啦。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把面顶加盖起来，或者翻砍起来，让咱的建设来为一千块来起标，一千块还是我先了位的。老师，来稍等，一千一，来稍等，一千一。三千。哦，来。哎，别忘忘一些的阿奇吧哈，冷清，冷清，等一下，看到不？冷清，冷清啊，那阿安哦，你呀，冷清，冷清，等一下，你这个气氛也好哦。因为会当吼，互你自厝内底吼，诶，迄个文化较悬吼，咱个字画吼被熏陶，啊，整个的家庭吼，啊，我厝内底吼，已经嘛挂足侪板吼，啊，咱挂着讲吼，咱只节啊吼，社工个叫咱社区较用心。要加油哦，系啊。八千第二箱。高天得下，哦，咱安尼，咱要继续结婚了，没问题啊！哎呀，都继续的了不？高天得下，值班得下，是哦，哎呀，哦，咱做下先吼，做起来吼，做条数下先吼，来讲起来吼，比咱社区讲的足大吼，啊，咱值班得下。好，这班第三下。好，社区啊，有这两两个在一起的吼，咱斗三工，来来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大家好哈，啊，咱这今年度哈，一百零七年度，宜水乡海丰社区啊，举办咱这端午节啊，八百桌活动。哦，这拢这是带动咱一挂民俗的延续，哦，咱所有肉粽的这技术哦，会当传承落去。这是咱做社区哦，或者时段会当来参与咱社区活动。啊嘛，利用咱这机会，哦，咱有这时段哦，蔡朝春啊老师提供两百个机会，哦，要来提供哦机会。好，咱这个海丰社区，因为咱海丰社区已经建设超过四十年，所以也内底厝顶拢变，啊，即摆要家二楼甲搭铁栏起来，欢迎你欠这经费，啊，老师真欢喜，真热情，提供两户的这机会来做机会，来予咱社区哦，这经费增加咱社区建设的经费，这真出来吼。感谢咱这老师吼，啊，真热情的提供，哦，予咱的社区会当积极发展，啊，大家吼会当拢来遮咧活动的人，会当较轻松，啊嘛袂惊有老火问题，啊嘛啊袂很热，因为二楼搭起来了，一楼咧活动的时阵，伊就袂很变热，哦，所以咱海丰社区希望讲会当阁继续，所以才建设，欢迎大家来到三江，感谢各位。